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百姓，今天要为各位介绍是天堂 M 稀有制作秘籍特惠包。那这个贩售结束前还距离有7天18个小时48分钟，简单来讲7天内、活动的时间其实这边官网有写，2018年3月7号前维修会统一删除。那这个里面可以拿到固定的，会拿到装备强化卷轴箱5个，那随机会获得英雄制作秘籍、稀有饰品制作秘籍、稀有武器制作秘籍、稀有防具制作秘籍，随机又获得1个。当然大家要赌的应该是赌那个英雄制作秘籍这个部分，英雄制作秘籍这个部分售价是2000蓝钻，基本上要中英雄的很难，我必须跟各位报告，英雄的很难。那各位如果并不是那么的需求的话，不想要赌的话，可以去你们的那个伺服器的这个这边来看，你们这边的售价大概是多少？像这个已经高于2000钻了，基本上那我肯定是买这一箱了，听懂我意思吗？已经高于2000钻，如果你需要的话，但是它不一定是武器哦，听得懂吗？所以它这个2500还算是有它的价值，因为如果抽到防具就很亏了，听得懂我意思吗？OK， 好，那百姓来为各位这个实测一下，到底我们会抽到什么东西，好不好？买一箱，关键是，也只能买一箱，好不好 ？OK 了吗？好，我们要来了，准备好了没有？乌噜乌噜乌噜 ，OK。这不是传说中最烂的那个吗？不一定啊，一个职业的需求不同。去评估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？不过在我的认知，饰品真的是最烂的那个。我的认知啊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记得右下角按个订阅，右下角按个喜欢，订阅旁边的铃铛按下去，随时可以收到最新的消息。我是平百姓，记得分享给你旁边。